我是觉得这一集先做一个那个斗鱼 VS 蚂蚁，啊，我们下一集我再进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哦，我们今天邀请到卡尔跟千宝耶，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是谁了。没关系，应该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之前有带你入坑的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都戴口罩，我很尴尬。我就戴着，没关系。啊，好了。OK 啊，那今天呢，一样是我们这个 YouTube 一起来期间。那我想先问两位，你们平常对于蚂蚁的印象是什么？还没养蚂蚁之前，啊，你是不会养蚂蚁吧？不好说。你现在打动我，我就养。哦，有一个比养斗鱼还要好的理由，我斗鱼只会在那边游，蚂蚁会在那边爬。蚂蚁就在缸里面爬嘛，也在缸里面游。没有，蚂蚁会打架，干斗鱼会打架，斗鱼打斗鱼，斗鱼打架，是不是？斗鱼在那边撞没什么用。妈，我就养两只，不是丢给你，那就撞完就死了。我再买，蚂蚁你可以就一直生，你就不用再买。鱼也可以一直生，你就不用再买。我是觉得这一集先做一个那个斗鱼 VS 蚂蚁，啊，我们下一集我再进来。所以对平常对蚂蚁印象是什么？在我还没看过那么大只的蚂蚁之前，就是会跑来吃我的巧克力啊，很悲吧？那你的巧克力蛮不纯。那你平常之前对于蚂蚁的印象是什么？就是还没养之前，其实我一直都想养。我第一次看到蚂蚁，我就很喜欢。真的假的？除了他在我阿嬤煮给我的汤里面，其他我都很喜欢，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想养。刚好之前阿伦有带哦，对，之前就是刚好那时候六月多的时候入坑，然后入坑到现在，一开始说一款就，我现在说你还有吗？可以再给我多一点。哎，我今天要答题，你准备的题目给我答吧。我今天准备了三题学名题哦，如果你猜对它叫什么名字，自己选蚂蚁回家，解密除外，歧视除外啊，这两个之外都可以拿回家。对，好，那我们马上就进到参观的环节啦。Yes。好，开路了。好啊，旁边这位是炭治郎先生。那今天，好啊，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柜子打开啊。这个基本上我们必定流程啊，我们的事后培育区，每个人来都要先看一次柜子，先看一次柜子，先经验一次，没问题。对，可是他看过很多次了，所以等一下要装一下你。好，那我们就打开了。哇，哎，不要这么快，还没开。好，那我们就打开了。来，经验哦。来，你不要骗我，刚才也要叫出来，真的假的？哇，敢招敷衍的？没有，我必须要还原一下，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惊艳。第一次，那你可以再重现一下第一次那个神情吗？哇，好，算了。对啊，很猛哎。这个大概之前大概有将近100多管的蚂蚁，我有将近100多块，那我就可以啊。那我用100多万就可以。基本上有养了几种蚂蚁啊，然后今天已经被他干走有点多了，所以呢，没有，我还没有干，他待会要给我。好，是的。好，那我今天介绍了几个比较特别的，像这个叫做毕氏菊尾蚁，哦，这个毕氏菊尾蚁，对，要叫耶老铁，对，要叫。这样对得到吗？哦，很好哎，你可以介绍给他听。OK， 那说这个是毕氏菊尾蚁，那这毕氏菊尾蚁呢，其实蛮特别的，它就是菊尾界的甜蜜。啊，有人可能不知道甜蜜是什么，甜蜜就是我们这个蚂蚁界的比尔盖茨啊？为什么？啊、因为它很有钱，贵的，它没有很有钱，但它很贵。谢谢了，一个不要用了。那你看，其实两个颜色其实算蛮接近的，但是甜蜜可能再甜一点，它比较类似于这个甜蜜。高山小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大黑巨鲨蚁跟西施巨鲨蚁。那我现在考你看看，我先转过去，然后我拿那一个，然后你猜它是谁。然后你偷看，是在哭。好，因为其实蛮多人说他们长得蛮像的哦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哎呦，到底多像啊、哦？我找一下哦，等一下先不要转过来哦，会偷看哦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边就是我们两管，好、哦，来可以看一下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西施巨鲨蚁跟大黑巨鲨蚁，看你养了蚂蚁养了2个多月了，认不认得出来？好，谁是西施？我记得就是只要基本上看体型就很明显，很明显，对，体型就很明显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比例尺，你就不知道他是谁。上面是大的西施。其实有些人真的新手会分不出来，有些人会被骗，因为买新货的时候其实蛮有这一定的风险，因为你根本新手不知道。对，然后其实我觉得比较明显的是头的问题。啊，头的问题，他们头那个西式头比较尖，大黑头比较圆。哦，这是特征。可以注意看一下，对，圆的有没有？然后它是尖的。哦，尖头拉瑞。你的头可能也有点问题。
是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台湾的特有种，来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台湾的特有种，对，之前啊，以前的特有种，台湾黑熊超巨啊，哦，对不对？那其实真的蛮多人会以为它是虎头蜂的，所以有些人会怕，但是不要怕，它咬你的话，那个啊，天宝会怕，天宝要不要咬？会怕，发小啊，天宝不痒吗？等你打动我啊，打动你，我等下就打你啊。然后再来这个是呢，台湾第二大的巨山蚁哦，巨山蚁，我觉得长脚的蚂蚁都很麻烦，真的哦，对，长脚蚂蚁高底盘的不好，对对对，这边就是我们大家演了星后的地方啊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去另外一区吧。OK， 那接下来这边就是我的一些收藏区，那你就可以看到我收藏了一个巢，又花很多钱，他现在自己有在做巢，还蛮厉害的。刚开始已经入坑到走火入魔，还要自己做。好，那接下来这边就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巢啊，这个巢呢是喜马拉雅山。你先想一下，因为我之前有拍一部影片喜马拉雅山，我知道这个吗？对，这个是这个金字塔，玛雅，玛雅金字塔，我觉得非常漂亮，它做工很细啊。对啊，这个我很爱耶。下面的巢皮。所以我今天答对了，没有没有，我还是可以带着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好哦，这个，然后接下来旁边呢，这是战车，战车就是你知道，现在台湾跟中国的时间比较紧张，所以这是可以的吗？我们就是我没关系哦，我们的战车啊，就是需要这样，天安门，八乘八 ，OK， 哎，我觉得这很帅，这真的超帅，这个超帅，超帅。那下面的那个落叶，我觉得做的很真啊。哦，这哎，这落叶好做吗？这是落叶吗？讲屁话吗？还是成语？超美落叶？没有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这个东西。不管落叶好不好取得，我觉得光弄成这样就是要有一个美感，就是蛮要有美感，要设计啊，不是爱乱做好不好？没错，不是随便撒上去就可以了，这样撒。对，好，接下来这个是有开始有蚂蚁的地方了，这边是西式巨山蚁。那这西式巨山蚁呢，是我养到目前哦，觉得最骄傲、最得意的，我觉得算是蚂蚁界的，就是坦克车。哦，坦克车，真的，我直接来用巨神兵把坦克车都是一样，就是很大只。然后他们会那么大只，你猜看为什么？其实我知道啊，来你讲讲看、啊。我知道，就是应该是说他们要混淆那个是混淆视听。嗯哼，就是要跟蚁妖长得很像。可是如果人家听不到的话，听不到用看的，不行，天宝回家，这是对的，就是为了要就是骗那个掠食者他是蚁后、啊，然后他也是为了自己的战力在加强。对对对，所以养到有一只巨神兵，两只巨神兵就会很有成就感。我有跟阿伦拿一只西施的，一管西施是，然后目前还在努力，但我觉得长得还不错。几公了？大概12吧。大概几公会有巨神兵吗？对啊，你到70到100吧。真的哦，70到100比较有机会。那还长。主要是你没有给他们够大的空间，然后再加上他有没有喂食活体，你喂食活体可以刺激他。哦。对，因为防卫的感觉这样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蚂蚁界哦。这个富二代中的富二代，刚刚讲的比尔盖茨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甜蜜巨山蚁，它的群落哇，甜蜜算是好养的蚁种，但是富裕的，它原本是以后没有带走的卵跟幼虫，哦，所以我现在重新带回去。对，养蚂蚁的时候大家要注意，如果你在买卖蚂蚁的时候，你的卵幼量是很低的，但是公数很多，这就有问题。哦，对，就类似说我今天生了40个小孩，但是我做一个老婆，不可能吧？哎，盖有点强。在买卖蚂蚁要特别注意，他卖便宜不一定是好货，啊贵也不一定是好货，所以要跟我买，好不好？跟我买。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台湾最大的蚂蚁哦，这个之前原本有约卡尔一起去抓，结果呢那一天好像早个礼拜还是怎么样，刚好早一个礼拜。对，因为其实每一年都不太一样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台北巨山蚁，台北巨山蚁我觉得非常漂亮，你应该是之后会入手吧？之后阿伦会送我啊，没有。那如果我们抓到的话，对啊，之后我们会再去抓，应该是。只要是那个温度问题，这就结束了，接下来要去那边，好，那一边。Yes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是大黑巨山蚁。那大黑巨山蚁呢，基本上在我们众所皆知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蚁种，它是草原蚁种。脚短的蚂蚁呢，它们就是比较草原蚂蚁，所以你可以用这一点去分哦，住树上还是住？不，这个有效果，这比你的笑话有效果。哇，你是在哭？好，先这样。好，先这样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再维护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可以从这点去看，那他们的养的方式呢，基本上高山上的蚂蚁其实不湿度不需要那么高。那对，所以臭巨山蚁其实比较喜欢干，然后那种大黑啊、西施啊都是草原蚁，他们的湿度要求就比较高一点，所以大家可以从这几点去稍微去想一下，对，
大概是我们这些人饲养的经验这样子，经验谈好不好？对，这一巢大概是猜看多少公？猜看，我觉得至少有破千的吧。有破千，这样子大概将近2000公左右。OK，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边的臭巨山蚁的部分。哦，这一巢也是相当多。哦，之前灭巢，应该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下这一片，蜥又回来了。哦，所以又在喂蜥蜴。谢，欸，我哦，这什么？这是蝙蝠吗？他们这样挡，可以猜一下为什么？他们这样挡，嗯，对，给天毛猜，因为我在打对就没效果。哦，他们这样挡是为什么？猜错就要养蚂蚁哦。我猜他要遮光。完了，他不用养。猜对了，对，干太鬼了吧？哇，天毛，对，然后自己做效果，对，就是所以他们就是为了遮光，让以后。别做朋友，别干，就在这样这样，哎，我们有 get 到一起，对，然后觉得这是唯一一个有效果，对，就是让以后遮光，让它可以哦比较安静的生，对，所以到蚂蚁后期的时候，为什么会生比较快，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以后只要负责生，前期的时候，以后是要去帮忙去喂它东吃东西啊，或者哦去出去拆解之类的，我想照顾喂它吃东西要干嘛？对，所以前期以后就要累，后期以后只要负责生，对，然后蚂蚁只要交配一次就可以生一辈子，所以非常的厉害，耶，yeah, ，没错，我真的觉得最厉害的是他们只要交配一次，然后他们可以一直狂生到十几年呢。可是你要看对女生来说这是个好处。所以他的肚子是一个精子银行，就是，他是暴发户，当天先喷一下就进去。他不就精子银行？好，随便好吗？然后就一滴一滴，拿一点领钱，一点点领钱出来。哦，对 对, 對，蛮厉害的。所以你当天看一个晚上十几亿入账，哦，然后可以生这样子，然后可能隔天就死，然后十几亿就破产。好 ，OK OK， 还蚂蚁 ，OK， 那、yeah, 我们就回去组位啦，哥哥。OK， 那我刚刚带他们参观完了一些我的收藏之后，其实他我没有什么兴趣，但是我想知道你有什么想法，就是看完这些蚁巢啊，然后一些，我觉得要养就要养这里最大只的。我刚看到的那个蜥是太对，错了，养蚂蚁输了，你已经输了，你今天不是啊？我今天看到我觉得最刚刚那个最大只蜥是台北，我刚拿、那個、台北，不要。台北天龙的不屑，太是天龙。可是你知道吗？OK， 那现在呢？我们这边有三道题目，是学名题之前考阿迪那部影片，大家就让大家去指导那三题，好不好？那天宝的这边呢是需要他，如果有答错任何一题，他就必须得养蚂蚁。那卡尔这边呢是他三题都需要答对，我就会送他蚂蚁。好，所以这边两个。你们要分开答题还是一起答题？因为你们的追求所向目标不一样，就一起啦，一起哦，一起。好，那我们就马上进到我们第一题题目。OK， 那是由我这个破英文来念。好，那如果你们看听懂念什么，你们就瞎猜，用看。好，好 ，OK。啊，第一题答案，哎、欸，不，第一题答案，第一题题目，第一题答案，第一题答案是好。那第一题的题目是 Kevin Noda's Science。Seasoning， 好，最后阿弟有教 seasoning， Kevin Noters， Kevin Noters， seasoning， seasoning， sugar， 有没有选项？有 ，A， 西式巨山蚁，B， 大黑巨山蚁，C， 臭巨山蚁，D， 甜蜜巨山蚁。好，好，我的想法是，你刚念 seasoning， 我猜应该是西式，西式，我感觉有道理，那你要猜这样子吗？我想要。好，你决定一下。不能答错、啊，你也不能答错。哎、欸，对耶，其实你们是跟同队耶。对耶，所以全部都不一样，但是答案答题是需要一样的。好了，我也猜西式，你猜西式，因为觉得精神你就是西式。对，很有道理，我觉得他讲很有道理。啊、恭喜，答案正确。太好了，哎、欸，我有相同的目标，哎，都要答 对, 对，都要答对，没错。好，那再来第二题，哦，这我真的不会念，好，我就尽量能念多少念多少。好，他是 Campanodus Haberi， 嘿哦 ，Haberi， 天哪，太强了，英文天才 ，Haberi Campeter Ant。那选项是，A 西式巨山蚁，B 大黑巨山蚁，C 臭巨山蚁，D 甜蜜巨山蚁。我猜， Campanodus, 我这次我先，我看上一个，他刚那个是 C 开头的嘛，现在这个是。H A 开口，所以是黑，黑大黑大黑哈，这样，黑也这样猜 ，Haberi，Haberi， 这样应该是吧？那应该就是，确定吗？我也觉得确定。好，那恭喜答案错，错就在
来喽。嗯，第三题。嗯 ，Kevin Oldes Free Day Super End。Free Day Free 是聚散营。我不知道。好 ，A 白薯聚散营 ，B 甜蜜聚散营 ，C 大黑聚散营 ，D 毛聚散营。大黑聚散营。大黑聚散营。Free Day Free Day。我觉得，Free Day 给我的感觉就是今天很 free， 今天是个 free day。那你觉得哪个？那我就是要这个心情就跟我养了甜蜜聚餐一样。那你们两个你怎么知道？好，恭喜天宝。废物啊！大黑聚餐。我没养过 free day。那今天是三题，好不好？请大家回去多复习。以后遇到你，你先不要跟我拍照或什么的。先，我先问你，叫 Kevin Oldes Free Day Super End。我一上来直接干你。好吧，那天宝呢？因为答错了一题，干屁嘞！必须得养蚂蚁，好不好？所以请你打开，你选择。OK， 那因为刚刚他残念，残念我只答对一题，比他还烂。所以呢？你不想养蚂蚁的？我不是不想，我是懒得入坑。我懒得吸收那个知识。不行，你今天已经吸收了，跟芬多精一样，你今天吸收了。我真的好懒得喂，很多自动喂蚂蚁器、啊。可以等你发明啊，爱乱做，爱乱做。哎、欸，你知道之前台中有一个景哥，他就是因为他很懒，所以他才做那种生态缸。就是让他一个 cycle。对对对，记忆始终来自于惰性。对，没错。那接下来这个题目带两题。然后就是我的加码机，加码机会。OK。对，那这两题其实是同一个东西。我想先问你，全世界的蚂蚁种类有多少种？好，然后再来第二题是台湾占多少种？以命名，基本上呢，在这个台湾蚁窟是有讲过的。蚂蚁群系列，好不好？大家去看一下。那个阿伦的影片也有？没有，他都没认真在看呢。我们的影片吗？对啊，有吗？他都没认真在看阿伦的影片。应该有，我会考过别人。对，所以我知道台湾，但全世界我可能不知道。好，选择题。A 6000种。B 14000种。哇、wow. ！C 20000种。哇、wow. ！D 110000种。哇、wow. ！好，全世界6000、10000、21000，你可以猜猜看。我选两万，你选两万，我选六千，选六千。废物派定数。恭喜天宝获胜。天宝，天宝，你是不是偷偷在研究？其实你的柜子打开了，都是蚂蚁。对，天宝好强哦，真的。菜逼吧，没关系。你说你知道台湾的？对。那台湾几种？台湾是以命名的是300种。哦，对，不错不错，那也答对了，恭喜你。耶有在看有在看。天宝，真的。哎，天宝哇，真的很强哎 ，easy 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你的时间呢？OK， 那最后呢？就是我们最后加赠一个，因为他想要让骑士吐槽了。那我想算就是给他这样子一个新后槽，反正现在我也没什么在用了，那就是直接给天宝。耶、yeah, ，太厉害！哇，这个诚意，这诚意吧，我已经尽力了。你再不入坑，哇，我也不入了。这个槽真的很棒啊，连我都想住进去。等一下哦，最后呢，还有一个东西要给天宝。啊？这个妈鼠的液态饲料，这个厂商提供了，厂商提供 ，OK， 好不好？这个饲料你又不缺了，谢谢妈鼠的老板 ，OK， 好不好？谢谢老鼠，谢谢老鼠，老鼠，谢谢妈鼠的老板，老妈你道歉啊！哎、欸，我也是，其实我也是买这家的饲料，对，他们老板调的，我觉得算还不错，又方便又好用，OK， 那今天的这个 YouTuber 一起来系列啊，就差不多快要段落了。耶！天宝觉得怎么样？入坑？哦，完全没有想到，完全没有。我原本以为今天只是来吃饭，来吃饭的。然后吃完饭，打包顺手带两只蚂蚁回去。哎，跟老板说，老板我要外带。没错，又带了一个超哇，又有饲料，完美一个套餐。哎、欸，其实这个真的饿的时候可以自己吃，就是营养，它成分是够的。喂，我们用最专业的角度。为您设计蚂蚁饲料 ，OK， 其实也是可以吃的，只要你敢吃虫粉就可以。我不敢吃虫粉。对啊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还没有去购买呢，好，就去购买一下。这个饲料很狂啊，真的，你养基本上没有爆产，去跟老板说要退货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 YouTuber 一起来系列呢，差不多告一段落啦。还没有订阅爱玩卡的，赶快订阅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现在在休息。休息。对，但是他之后可能会拍一些会拍蚂蚁的东西嘛，有可能有机会。等到明年吧，明年是不是？明年见各位。想他就来点这部影片来看。
对，就来看阿伦的影片。对，看我的影片，好吧？好了，那阿天宝，我要讲什么吗 ？No entry， 刚才讲 No entry 了。好了， okay.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拜。耶。好，你就记得啊，打，你今天势必是得入坑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啦，你真的要入坑了。反正你放在宿舍，杨那个杨宇文帮你照顾啊。干，杨宇文送我茶。杨宇文送你茶，还是阿伦送你茶？阿伦没钱，没潮，没有那么多钱。阿伦不够潮，不够潮，潮男。两倍的阿伦受不了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样拍得到两个人吗？拍得到，拍是太强了吧！哎呦，你这是摄影界的奇才。啊！我这样打动你吗？你要养吗？没有。你在开路了吗？哦，新家这样子。哇，出事了，老铁，出事了。好啦，所以其实大家在买卖蚂蚁的时候也要注意。所以其实大家在买卖蚂蚁的时候也要小三小。你有卡站。我今天就身体不适了，不然就不如了。好，请你继续介绍。好。对，就是那今天的这个 YouTuber 一起来的话，我当然就来干你啊，喜欢再一次。